但嗰時拍攝嘅嗰個過程咧，好恐急啊，因為太多嘢要拍啦，比賽上咁就都唔係好得閒去睇個 payback， 所以其實好多嘢拍咗都唔知個嗰個效果係點，所以都期待睇個成品。有冇睇？未有得睇啊！係啊，所以都好期待快啲可以睇到。因為後製都要啲時間，應該需時，我哋都比較多差事連住拍咗好多嘢。因為昨天慶功導演都說話，只是 A 機都拍了280幾個 shot， 未計 B 機，所以他們回去要拿一些文來看，都真的需要一段時間。但是平時你送一口東西啊？送一大口東西，我想在過之前的半年時間，我覺得他有一段時間辛苦一點，因為他是冰上一段很忙的時間，再加上他自己的工作，他有一段時間真的沒得睡的。我那時候就好少，我拍完打天下二，我先 by the way 再開冰上，所以我就沒有重複那麼多的東西。期望是一個重複劇可以出來？沒有，即如果拍劇的時候，是一個演員的身份，就是做好自己要演的東西，一些後製啊或者宣傳那些就不是我們的範圍以內。現在你的 level 我應該在鏡頭上呃到下觀眾朋友嘅，未至於嘅，但係冇一開始咁笨拙咯。係啦，即係依家可以都叫做，應該流得順暢過平時普通玩嘅市民嘅，應該樂虎啊，樂虎藏龍啊，哦咁樣，我哋好賺噶啦。但係即係啱啱講完即刻組隊啊，你哋有？我哋有呢個諗法嘅，但係因為始終係。時間難夾啦，即係咁多位下嚟嗰啲大佬啦、人豪啊、嗰排嗰啲時間好難夾啊，咁就有呢個想法嘅，咁就希望最後真係可以成件事。我唔知啊，以我所知就應該係。我有炸打耳走埋去問導演嘅，有一次即係大家拍緊嗰陣時，跟住幾位我就係啦，導演。呢套劇嘅主題曲會係咩咧？咁跟住佢就攞咗，大概呢個感覺咧。佢有一隻㗎，佢有個。唔係，即係佢話佢腦海中有一個咁嘅感覺。咁但係我一路問我，跟住完全收唔到貨，事係關我事嘅。即係咁嘅，寫埋。我諗住暗暗地自戰嘅，咁但係就唔緊要啦。導演係最大的。等我一陣間咧就將呢個訪問我暗暗地就 cap 咗呢一段出嚟，我係 DM 佢。唔好呢啲嘢，唔好自己，呢啲嘢唔好自己出馬。呢啲唔好自己出馬，等我幫你。有主題曲，有插曲，有舞台曲咁樣，好多機會。跟住仲有 background music 啦。我就做後面嗰啲比賽嘅時候，等等先。我試過兩次啦，係我覺得今次係可以阿陳哥試下啦。最佳男主角的機會，我覺得公司佢嘅公佈一定有佢嘅安排同埋有佢嘅考慮。咁我覺得你問我哋兩個知唔知呢個 offer， 我哋都未知嘅。我哋仲準備緊下個月嘅 live 講真，所以就其他嘢都等公司公佈再決定。公司係有提，即係一定有提過啊！你哋將來有機會會開你哋個人 show， 係會有提過呢件事，但係幾時實行、幾時開始，咁就再等公司公佈咯。我哋依家就我同佢就全力都真係準備下個月 live 先，因為啱啱先完個冰上，我哋好多 live 呢個 show 嘅嘢都未準備好，我哋真係要埋頭苦幹嚟準備嗰個 show 咯。我冇乜特別係話收到佢，但係即係我知道佢哋一路以嚟都好關心我，即係好著緊我，即係好多謝佢哋咯。亦都真係明白佢哋即係嗰種好愛之深責之切嘅，所以我會做好自我，即係所有自己要出嘅作品啊，所有自己能力就一定要做嘅。呢個你真係講，呢個你真係講。佢哋嘅呢個份愛。
想啦，當然想啦。上次我記得喺西九嗰陣時，我已經公開主動地話想去。咁我覺得當然係一個可能喜歡音樂嘅人，當然會想自己有多啲機會可以出去第二排。你講 live？ 即係 live 咯，係咪啊？即係依家問邊個所謂 live 行？哦，如果真係有我哋真係有機會開始一個人演唱會，我相信每日都一定會有自己嘅一啲想法或者構思擺出嚟嘅。咁我覺得呢個想法同構思唔係去到開 show 嗰日先至會有嘅。我覺得我哋係啲由以前入行之前就一定會有啲天馬行空幻想，我第時開演唱會係點咧？其實我一直都儲咗啲唔同嘅種子喺個腦度，咁就睇下幾時有機會將呢啲種子擺落喺個 show 度出嚟。我覺得學星爺西遊記話齋，真係所以就唔好咁快就下個決定先，因為公司出嘅四個、六個，可能十個、七個、八個都唔知道，我自己都唔知道。咁我哋得等公司再出多啲資訊，咁啊大家先再下呢個定論。如果係你，你擔唔擔心出嚟大家都會呢個抄底咩？哦，你話擔唔擔心？擔心先啊！哦，即可能要唱一首吧。哦，咁我覺得如果你話開演唱會，即係純計個歌單嗰個數量，一定係唔夠啦。咁我相信應該會有啲我哋自己嘅歌，或者啲其他歌曲係可以擺喺個舞台度，我哋自己本身有嘅歌曲做一個串連嘅。我自己就唔係好清楚上圓下圓嘅意思啦，已經。咁我就係分到 Mirai， 我哋有十二個人咯。咁如果要公司講嘅六個、四個、七個、八個，有幾多個人出 show， 我覺得就交俾公司之後再決定啦。新出現嘅嘢，係啦，當業新都有一個。Oh, sorry。有啦，阿巨龍、阿德仔同埋阿二哥開嗰個。之前有一次其實冰上火花我哋殺福嘅啦，即係唔係佢個人啦。咁阿 Man 佢哋餐廳又送啲嘢食嚟食嘅，咁我係有試落係好食嘅。咁就暫時仲未有機會親身去現場支持，因為琴日睇到佢訪問都知道嗰個位置比較旺啊，咁就係啊旺中大旺啊，咁就所以諗下點樣去辦法去。但係聽講有外賣噶嘛，你？穿回冰球那套衣服，穿回冰球。但是我想問 Mirai 演唱會有全一月會在亞博那裡補場，即是12個那個演唱會，有沒有收到這個消息或者知道什麼呢？我在這個隊內的職位就是隊長，那就這些這麼機密性的東西，我等隊長來在這裡的時候我先再答。好，謝謝各位，請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按個鐘仔啊。